太极推手是太极拳运动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人配合练习太极拳懂劲和技法的一种锻炼方法。太极拳推手对练套路是以太极拳论为理论依据，结合各家之长创编而成的双人对抗配合练习的一种锻炼方法。它具有健身性、防身性、观赏性和娱乐性。 是一种高尚文明、富有哲理的健身运动。那么，从今天起，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学练太极拳推手对练套路。首先，请观众朋友们观看一遍我们全套动作的完整演练。好，预备。首先，测量距离，开始。 第一组起势，好。第二组合步四正手，第三组。 合步单推手，第四组合步双推手。 第五组绕步缠臂踩靠。 第六组合步四正手。 第七组活步四正手。 第八组大捋，第九组顺步四正手。 好，鸳鸯步叠换四正手。 脱肘挤靠，连环步四正手。 合步四正手。
式。 好，这就是整套动作。那么这套动作一共分14组动作，全套练下来有3至5分钟，动作比较流畅，而且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好，那么今天我们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太极推手对练套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动作。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身形、手型和步型。在练推手时，我们的身形要求 与以往教的太极拳是一样的，要求含胸拔背，沉肩垂手，周身是自然放松。那么手型，我们主要出现的就是掌，掌的做法是五指自然伸展，那么虎口撑圆，手指放松伸直，手腕也是自然，不要折腕，不要压腕，那么手腕自然放松。一般指尖向上的，我们称为立掌。 如果是手心向上，称为仰掌；手背向上，称为俯掌。那么这就是我们套路中出现主要的几种手型。好，下面介绍一下步型。步型呢，最常用的是一个弓步。弓步的时候就是一腿屈膝前弓，膝盖与脚尖垂直，后腿是自然伸直，脚尖外撇45度。 前腿右腿屈弓为右弓步。那么反过来，如果是前腿为左，左腿屈弓就是左弓步，这是非常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步型弓步。还有一个是膝部，膝部为重心在后，前腿膝关节微屈，脚屈膝点地。好，后脚仍然是 脚尖外撇45度，重心在后，哪条腿为虚就为哪边的虚部。那么现在就是左虚部。好，换式，体会一下右虚部。那么弓步和虚部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两种步型。下面还有是马步，马步比较简单，就是两腿自然分开站立，两脚内沿 与肩同宽，屈膝下蹲，也是膝关节垂直于脚尖，不要向前跪得太厉害。好，这是马步。还有一个是扑步，那么扑步呢，就是一腿屈膝前蹲，另外一腿自然平扑。现在是右腿平扑为右扑步。好，换屈蹲。 左腿平铺为左瀑布。好，这就是4种主要的步型：弓步、膝步、马步和瀑布。现在呢，我们知道太极推手呢是两人配合练习的。那么今天我们先向大家介绍一些单人自己练习的一些基本动作。好，现在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和我们一起来学习。 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动作是单人的单手平圆，也就是平圆单推手。好，请注意和我们一起做。首先呢，请将你的左脚尖外撇45度，右腿向前虚点，成我刚才说过的脚右虚部。这时呢，我们将右手屈肘收到右肩前，左手呢辅助性的按在我们的左胯旁，这是预备姿势。 下面跟着我的口令，一的时候，我们重心前移向前，弓腿同时右手向前，正前方推按，手心朝前。对，这是第一动。好，预备，再来一次。预备，一向前推按。那么这时是弓步，重心仍然在前，并且我们把大拇指外翻，小指内扣，同时微微身体向左，微微转身。 现在身体是斜向前，我们的手力点转为手背向外。随着我们重心的移动，重心向后移，同时手臂屈膝回捧，三收回到自己的左肩前，然后继续不停，手臂翻转旋臂，将手心翻向外，回到起始的部位。
这是四动，那么我们再来一次。第一的时候向前，一正前方，二旋臂，然后向外旋转是手背朝外，然后三向回，重心后移的时候手臂回捧，四收到肩前。这是右手的动作，那么左下面的我们把前脚外撇。 后脚向前上一步，左手，我们做一下体会，左边动作一样，相同的就是方向不同。好，预备，一，前推，二，旋臂，三，回捧，四，收回腰前，再来一次，一，二，三，四。现在我们再介绍一个是立圆单推手，步法还是相同，准备姿势也相同。 从预备姿势开始，那么立圆单推的时候，我们一的时候还是仍然是以掌指为立点，我们是朝对侧的肩前，也就是自己的左肩前斜前方向做铺掌，推出二的时候往下落，三收回到自己的右胯旁，四再提收到肩前，那么这一个轨迹是立圆的运转，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好，对，跟我们一起体会啊，再来换左手左脚，收，也是同样的朝对侧肩前做，推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做几次，二、二、三、四，好，现在是分解，那么我们如果是连贯起来做，就要是非常圆活。 通过转腰运臂，那我们整个手臂是在体前做一个立圆轨迹的运转。三，好，停。下面我们学习单手的折叠单推手。好，预备姿势还是一样。那么折叠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动，我们是以手指尖斜向下前方做叉指，前面是。 直推，我们现在是斜向下做叉指。那么折叠呢？这里二的时候，手臂自己的手臂主动外旋翻转为手心向上，随后随着转腰向后下落画弧，抽到自己的肋前，三抽到肋前，四再旋臂翻转，使手背翻转向上。那么整个做一个弧形的折叠运转，因此为单手折叠。 好，再来一次，一叉掌，二旋臂翻掌，三抽回，四翻转。好，再来，一、二、三、四。好，同样做左边，把左手提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通过这种旋转的手臂的翻转运动，能够刺激我们手臂上的经络，疏通经络，使血脉畅通运行，那么就可以加强我们肢体的新陈代谢。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一些太极推手单人单练的基本手法，那么这节课我们将进行双人的对练练习。那么我想您一定跟前有了练习伙伴，那么请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学练。好，今天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双人的单手平原。好，请先看我们把这动作做上一遍。好，预备，搭手。 先看我们做一下单手平原。所谓单手平原，就是两个人单手来练习，另一手撑在体侧。平原呢，顾名思义就是上次我们学习的动作，在体前做平原画弧。好，这就是单手平原单推。那么现在，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做。首先，甲乙双方，现在我们先确定一下。
现在现场的女生这边为甲方，对面为乙方。那么我们双方都是将右脚出步，两人的脚心相对，约二三十公分，然后都是屈膝后腿做虚步。双人均出，右手两人手背交相搭在胸前，左手自然伏案在胯旁，撑按。 好，这是预备搭手姿势。这个动作我们常说搭手。那么第一动是甲方，也就是我将我的手臂旋转，原本是手背相贴，现在我将我的手心劳宫穴按压在对方的外关穴上。那么随之随着我重心的前移变弓步的同时，我向对方的肩前推按过去。顺着对方向前按的力量，我们后坐。 左腿后下层虚部，右手以捧式来接住对方的这个按劲。好，这是对方捧住我的来力以后，我继续旋臂向前做挤。那么，这是一个挤的手法。乙方这时候呢，右手呢手心翻转外旋，手心伏按在对方这个手外侧的外关穴上，向前推按。好。 那么对方推按过来的时候，我注意一定不要故意的顶靠。那么我顺势的随着重心的后移，就捧，又是一个捧接。紧接着对方做挤的时候，那么对方对我做挤掌，我就旋转手臂做一个捋，把对方手臂捋到我的右肩前。再看一遍啊，捋。好，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四种手法。 捧捋挤按的四个手法，第一动为按，这个时候对方是捧，转腰做胯。好，我是挤，向前推按，手臂不要过分的挺直。对，好的。那么一，做按，挤，捧，捋，这样整个两个人之间要形成一种。 非常圆活的一种运转，双方的手臂不要顶撞，也不要丢掉对方，要不丢不顶，要粘合在一起。好，我们再多做一次，多体会一遍。预备，一、二、三。对，在练习的时候，目光要注视对方和跟随双方的手臂。 三，好，那么这是我们右手和右脚在前。同样，我们如果是调换一下方向做左手动作是相同的，只是方向相反。你注意看清楚。那么一的时候是朝对方的另一侧肩前按，同样的，向前推按。好，后弯弓步，翻转手臂，后坐。 非常好。双手。好，我们重心的前移和后退，一方前移，一方后退，这样正体现我们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好，停。这是平原单推手，现在我们继续介绍是平原双推。 那么我们学会了单推以后，双推是非常容易的。开始，单推的时候是一手相搭，那么做双推的时候，我们将另外一只手轻轻的扶按在对方的肘关节的部位。这时我们还按照单推的方法，这样进行练习，只是我们的左手一直要轻轻的粘住对方的肘关节。后坐，虚部转腰。 推按，左手不要离开。好，那么左手不要离开，左手这时轻轻的要按压对方的肘关节部位的天井穴。对，这时候我们会感到天井穴呢有一点点的热。对，我一手按着外关，另一手按着天井。那么通过这种皮肤。 相接这种触觉的这种刺激，可以
有效的锻炼我们的一些经络，起到按摩中医经络学的按摩的作用。好，这是双手平圆，再多做几次。我们一起要连贯圆活，不要有停顿。两个人的手臂在体前做一个圆形的运转。 好，停。那么做双手平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仍然是前弓者，前弓向前推的时候，我们理解为是为阳，也就是前弓退，进攻是阳，防守为攻。那么我们如果是双人在一起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阴阳的转换给配合的密切，要默契。好，刚才是双手的平圆。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学习立圆的动作。立圆我们同样先学单手的推法。好，我们还是右脚在前，手背十字相搭。那么立圆单推我们学过单人练习，现在双人练习，同样是甲方先将他的手指向前，意想向对方的面部进行扑掌进攻。重心后坐，和虚部手臂外旋。 压在对方的这个手腕外关穴上，下按到体侧，向前推按，向对方的身体侧面推按。好，那么对方他向我的肋部进行推掌，那我是旋转手臂，黏住对方的手，这里是化解了对方的来力。既然他向我的肋部腰间进行插掌进攻，我化解开他来，随之随着我的手腕的。 翻旋和上提，将他的手臂提到我的肩前，这样完成了一周的运转。那么我再继续循环往复的。后坐的时候，我们后坐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肩呢提起来，耸肩啊，耸肩提走啊，要沉肩坠肘，下按推。好的，对进攻防守的意识要能感觉得到。转腰，身体微右转。 对立圆的时候，我们腰脊的转动要稍微突出一点，微微向左转腰，这时在向右转回，手两人的手还是要轻轻的粘在一起。三、四，好，停。下面我们同样的体会一下左手左脚的动作。 预备，这样看清楚，手背相搭。那么同样的，是有意识做一种进攻，朝对方的面部做扑掌。那么这时对方就不让我扑过去。哎，带过来，下压。我的力量被化解了。往前推按，屈膝成弓步。好，那我同样是化解对方的来力，然后把将它提起。 通过两个人手背相搭，这种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皮肤的触觉和内体的知觉能力。注意肩肘的放松。对，沉肩垂肘，这个要求和练太极拳一样。如果这时对方的肘关节。 抬起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起到保护它自己腰肋这一块的作用。那么，对方如果做一种对抗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是有缝隙插入，所以一定要沉肩垂肘。好，这是立圆的单推。现在呢，我们再介绍立圆的双推手。同样学会了单推以后做双推，就比例。双推手就是，也是将。 手轻扶到肘关节的部位，一定要用攻防的术语说是管住对方的肘关节。好，那么同样做，进掌，下按推，这样同样是两个人的手臂做立圆的运转，好像是我们火车车轮运行的轨迹一样，非常圆活，并且又充满力量。 左手还是扶在对方的肘关节外侧。
非常好。那么我们说过了，如果不沉肩垂肘的话，还有一条，就是说我们通过从沉肩垂肘，能够使我们的肌肉关节得到更好的放松。如果是紧张不沉肩垂肘，那么我们的经络气血也就不容易贯通运行，就是说。 力量也送不到指上，那么我们所说的力达指尖啊，气血运行到掌心啊都不容易畅通。好，再体会一下另一次。最后向大家介绍的是折叠手法。那么首先还是学习折叠单推。折叠单推手，搭手过后仍然是甲方，甲方是使手心向下，悬臂手心向下。 指尖斜向下，也就是目的是向对方的这个肋的腰肋关节做擦掌。下压，哎，手臂下压。翻。好，这时乙方甲方就顺势贴着，既然对方翻臂托起了，那我随时聊在下压。擦掌。翻转。好，这里呢，注意，甲方手臂压住乙方。 之后捻起对方，旋臂翻转，好，继续。下压，翻转，擦掌，随住它。好的，那么我们做这个折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不要左右的摇摆，只是我们重心的前移和前弓和后移，重心一定要不要摇摆。那我们太极讲究身体中正。 这正如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我们一定要中正不倚，不偏不倚。这如同我们做人的原则一样，要中正，要中立，要自强。因此，长期练习太极推手，对于我们意志品质的培养和思想境界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好处。左边同样的，好，慢一点。 甲方先插，好，被乙方注意身体的转动，托起，被压住乙方，身体右转，那么在体前做一个折叠的，左转，擦掌，非常好，下压，好，这是折叠单推，最后我们把折叠双推手再一起练习一遍，对。 左手扶住肘关节，一，眼神配合肢体的动作，体会一下肩肘关节的螺形一种缠绕的运转，后脚的蹬地发力。 好，停。好，那么今天我们一共学习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推手方法，就是平圆的单推双推和立圆的单推双推，还有折叠的单推双推。那么请大家课后注意复习，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太极推手的手法，叫合步四正手。那么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在整个套路中出现频率特别多，也是我们太极推手中最为常见、最为关键的一个手法。所以因此，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学练。那么合步四正手，请先看我们这一遍，先看一遍。 合步四正手就是所谓四正，就是棚捋脊按四种手法的配合运用。好，这就是合步四正。那么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复杂，那么不要紧，我们一动一动的来学。预备，我们预备姿势就叫搭手，这里这时就是双手的搭手。 手背相贴，同时左手扶住对方的肘关节。
那么，这里的搭手势实际上也是一个双捧，那么意思就是双方的手臂这里都含着一个捧的劲儿，是实际上是一个捧势。好，下面当移动开始的时候，就要产生变化了。女方向前捧出，右手向前捧。好，这时。 对方做的是像我做的是一个捧，那么我呢是手看清楚是以掌根外沿粘住对方的手背，同时后坐转腰，将重心完全移到后腿，转腰向右，这里是一个捋，向右捋对方，也就是化解对方的捧力。好，捧劲儿不空之后呢，我们挤。 一挤，继续。好，那么对方又继续变为挤势向我进攻，那么我也变化，我变为按。那我的按就是一手按住对方的手腕，一手按住对方的肘关节，这是封住对方的来历。随即我们右手下旋，从下面托住向上托起这个甲方的手臂下侧。 那么我的肘关节被对方托起之后，我随时随着重心的前移，我向前弓腿，向对方做捧。我们以捋势。那么我的这个力量又被对方捋过去，我的捧劲落空。落空之后，我继续变化，捧不行，我换挤。下按。挤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前手的手心向内，是和对方相接。那么。 这时，另一只手刚才是扶在对方的肘关节，这时离开肘关节，叉掌合到自己的手臂内侧，做一个辅助的向前挤力。在对方挤的情况下呢，我们双手下按，按对方按住我的手，那么我以肘，我以我的另一只肘接住对方手，同时我的，注意看清楚，我的左手筋下。 也就是，经对方的前绕到对方的肘下，将对方托起，又还原成双捧势。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整个四正手，双方都有捧捋挤按四个动作过程。好，我们再来仔细的看清楚，多做一遍。好，向前捧出。那么我是捋，重心前压，挤。 我是按，托起来对方的肘。好，托肘之后换为甲方捧，后坐捋，继续变挤。好，完成一个，停。这是整个的一个捧捋挤按的完成的动作。现在呢，我们再仔细的分析这几个每一动分析。那我们知道。 刚才说过，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双捧势，那么捧的时候，从大家知道太极是从五行学说演变而来，那么从五行学说当中，跟太极相结合的话，这里是对应的是五行当中的水，那么水呢，对应到我们人体是，对应的内脏是肾，肾乃先天之本源，因此我们的一开始的。 起始姿势是双捧势，也就是五行的水和人体的肾。好，下面开始这一式叫捋，以甲方为主就叫捋势，那么对方叫捧，对方用捋来，我用捋来化解对方的捧力，使它落空。好，挤。 这时对方继续向我挤过来，请大家注意重心的转变。那么捋的时候，重心是向后前挤的这一方，重心前压，成弓步。好，这时右手从下往上托出。好，那么前捧是为弓，也就是进攻也是属阳。那么这时是前移的重心，后坐向前。 好，完成。好，那么通过我们这种两个人要互相通过叫太极叫听进懂进，也就是说我们手背只要相搭在一起，我就能听出。这时对方，我听出对方。
他要向我做一种棚里，那我们知道人体的皮肤上有许许多多的神经细胞，这种神经细胞是主管触觉的。通过解剖学告诉我们，人手上的触觉神经是相当发达的。那么这里我就能通过接触，我能感觉得到这种力量。 然后随之对他的力量来产生一定的变化。好，跟我们的节奏慢一点，对，慢一点，把节奏放慢，看清楚手势。好，看清楚吗？一，啊，注意腰的转动。好，三，四，好，这是一个，再看一遍，预备，这里一定要。 一手扶着对方的手腕，另一手扶着肘关节。挤的时候，我们这个手从内侧，手臂内侧去接对方的这两个手，双手。哎，好，那么我呢，手正好按住对方的，仍然是手部离肘，肘部离手这么一个要求。翻去找肘，肘关节。好看，做挤的时候，右手离开，然后插掌。 合入体前，这时绕臂筋腹前，绕到肘下，将肘托起。好的，那么这种运行呢是非常圆活，一种圆环往圆活往复的。我们刚才做的是完整的一个，现在呢我们带领大家放慢速度，连贯的进行练习。好，预备，我们做任何。 挥手的时候都要目视对方，要非常尊敬对方的一种练习方法。慢一点，注意重心的双方重心的移动，完成一个，继续做第二个。那么，如果我们朋友之间或同事、家人之间经常做这种两人互相配合。 接触的练习会对我们增进友谊、沟通感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通过这种练习，可以使对方相互了解，从对方的心理到动作能够产生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好，当然了，我们也是太极推手的对练套路是一种假设性的一种对抗，因此对方。 做进攻或者防守动的时候，都要给对方留有余地，要配合性的练习，不要有对抗。那么刚才介绍的是一个正方向，那么下面我们把反方向的动作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之所谓反，那么刚才是乙方先做捧，那么这现在呢？ 反方向就是甲方先做捧手，而且这里的捧是右臂向前，捧，身体右转，履带把他的劲儿落空。好，那么我的捧力已经被落空之后，我向看微微折胯，折胯向右转腰，身体正前向前搭起。哎，我们下按，甲方下按。好，对方按住我的力之后，我。 脱开对方按住我的手，我绕臂绕到他的肘下，将其肘托起，变为合步。好，这时继续对向前捧，对他继续向前捧我。那我呢？同样这里看清楚啊，同样是悬臂翻转做捋挤按托起。 好，好，那么这个动作呢，请大家不用着急，因为它是动作是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反。请注意的是，刚才我们第一个正的是甲方先以右臂来做捧，那么乙方是转腰向右做捋。这时我们所谓的反方向的四正手，就是甲方用右手的捧，那么乙方。 向右转体做捋，好挤。
注意内侧的手去接迎接对方的两个手。好，接住下摆，哎，托起。托肘，这完成了一整圈一个，再继续第二个。接手，托肘。好，那么您一定可以看出我们棚里几案也正是符合我们五行学说中金木水火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产生的。我们带领大家把两个方向区分开来，把这四正手完整的复习一次。预备搭手过后，首先做正的，也就是甲方履式乙方捧式的做法。慢一点，这是半个后半一完成，到这是一个，再继续我们多做几遍。注意重心的移动，双方重心的转移，两个，好，捧向前，捋向后，三个完成。那么这时开始换方向，也就是甲方先捧，捋后做，一定要注意手不离肘，捧向前去接手，翻肘。这是再做第二个，拖肘。好，完成第二个，再做一个第三。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通过上几节课的学练，我们已经学会了太极推手套路中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基本手法。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要正式学练这个套路。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前四组动作：第一组起势，第二组合步四正手，第三组合步单推手和第四组合步四正手，合步双推手。好，现在呢，在学练之前，请先看我们把这四组动作连贯的练习一遍。好，请先看一下这四组动作，大致了解一下。刚才是预备式，现在是起势。好，第二组合步四正手。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在之前的学习当中已经接触过，非常熟悉了，我们只是把它连在一起，就进入套路练习。好，合步单推手，先是平圆单推，然后是立圆单推，接下来折叠单推，平圆双推，那么这是进入第四组合步双推手。立圆双推，折叠双推。好，到这之后注意看清楚，这将是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新的一组动作。好，合步双缠臂，下面是交叉合步单缠臂。好，停。那么这就是全部今天要连贯练习的动作。好，现在请大家两个人甲乙双方对面站立，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学练。那么练习太极推手进入套路，第一个步骤是首先要测量距离。那么距离的标准是以双人两手握拳两臂前平举全面接触为标准。好，放下。那么我们太极推手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在练习前后双方要进行行抱拳礼。
那么这是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感谢，这是我们武术的武德的重要的部分。好，下面进入起势，第一组起势。那么甲方将左脚提左脚横开，乙方是右脚，双方也就是同侧开脚，开步站立，随后两手臂悬臂平举，这同我们太极拳起势的动作，举至肩平以后屈膝下蹲落掌，两掌下落至腹前，同时含胸拔背。好，那么下面双方都将你的左脚外撇45度之后，右脚向前提脚，以脚跟落地，那么两个人的脚的距离落在中间相合，脚跟落地，右手手背相搭，左手自然撑在胯旁，这是预备的搭手。好，那么我们从头再来，距离两人相对站立，屈蹲落掌哈，身体微左转，撇脚外捧，双捧手，好，初步跟，那么随后这是预备起势完成之后，那么进入第一式，合步四正手。那么我们双方将脚掌落平的同时，重心微微前移，这时双方重心大部分都是在后腿，那么要稍稍前移，前腿稍作支撑，同时将左手扶到对方的肘关节处。下面开始进入四正手。那么我们上节课学习过的甲做履，乙做捧，好，这是我们四正手，这里完成一个。那么我们在套路当中，四正手的正反两面各做3次，好，进行第二个，好，还有一个3，对，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做，下面开始一起做反方向的，一，对，我们慢一点，一个，第二个，3，好，到这里我们完成了第一组合步四正手，开始进入第二组合步单推手的动作，现在开始产生变化，请注意看清楚。乙方后坐后捋，哎，右手向前平推，左手松开，落至胯旁，平推到甲方的左肩，也就是我们的前几节课学的平原单推手。好，那么这时对方向我做按掌，我是重心后退，做一个棚接，以棚劲承接住对方，使其按掌化空，随之我做捋，这就是我们进入了平原的单推手动作。这是一圈平原单推，也是做3次，2次，慢一点，跟我们一起数着次数，3次。到第3次以后，这里请注意看清楚。那么我们甲方的这个练习者，请注意，将你的右脚外撇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做一个踩按，也就是按压住对方的腕关节，将他的对我的推进给他踩按下去，同时脚尖外撇，这时重心前移。好，那么对方是提脚后退，我是前移，下面是将好另一只手伸上上面来相搭，随之甲方继续进攻，做立圆，转换为立圆的单推，然后双方的另一只手再松开按到体侧。乙方后坐下按推，这样我们就进入转换到立圆，立圆同样的是三次。好，看清楚，这是第二圈，再来一次。好的，3圈之后，那么这时甲方仍然要继续重心前移，脚尖外撇的同时，将乙方的手腕向下做一个踩按，你看清楚，这里是踩按下来过后，左另一只手伸上前，那么同时步伐要有变化，做一个进步，换为折叠的单推手，把左手再松开，
一个，两次，三次，停。好，那么我们把四正手，也就第二组四正手，转换到第三组单推手的动作，我们再多看一次。我们做最后一个四正手，第三次反方向四正手结束之后，好，换单推手，乙方向甲方先推按。好，双方注意，一定要看清楚各自那一方的动作。两次，注意左手在胯旁，对，撑圆。三次之后，甲方注意看清楚我的动作，甲方看清楚我，撇脚下踩。那么乙方请注意看对方后撤步，乙方同时两手相接，左手搭接到右手，对方的进攻的手。好，接住过后手立点，这个时候是右手在身体侧面。这里呢，甲方注意撇脚换式，又换折叠单推了，三。好，停到这之后注意看甲方这时是乙方要开始做平原双推手，左手，对，乙方注意看清楚对方的动作，左手抚在对方的手臂外侧肘关节上，右手旋转手心按到对方的腕关节外侧，双手平原，这时推甲方的手也合过来进入双手，这很自然的就连到双手的动作，从单手变到双手，注意左手。好，三次以后乙方下按，下按对方身体右转，右脚尖外摆。好，随着左手向前推按，左脚向前迈出。好的，看清，一，右手扶在对方的左关节外侧，这都是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动作，非常简单。继续换式，第三个，左手还是下按，脚尖外摆，身体左转，右手向前插掌，左手松开，去托住对方的肘关节。对，看清楚这里，甲的手心向上，手背相贴，做立圆折叠双按。同样是三次，我们这里面每一个动作都做三圈。好，停在甲方以向右转身为准。那么下面请注意，是今天要学的新的动作，叫合步双缠臂。乙方注意啊，乙方注意，这个右手向下，肘外侧向上托住对方的左手肘关节，小臂下侧。好，看清楚，这时甲方的双手是在上，乙方是在下。那么继续向上摆，向上向下，一，继续步伐跟进，三，也同样是走三圈。停的定式的时候是甲方手臂在外，乙方在内。下面呢化为第五动，那么叫合步单交叉缠臂，单手交叉。那么这时的意念是想着我甲方是一想用掌去扇击对方面部，那么乙方手臂内旋，又将我的扇掌化开，右手，好，左右夹击，最后撑掌，双方膝部撑掌。这时这个撑掌的姿势，手臂略低，承肩垂肘，是白鹤亮翅，以白鹤亮翅为定式动作。好，再看一遍，好，一，二，三，好，停。那么这个动作手臂手上动作要有刚才我说的意思，第一个是双
甲方是以双风贯耳的意识去攻击对方，那么乙方是化解缠臂化解。那么第二个动作是甲方是上步的同时用掌心去扇击对方面部，乙方同样是要以缠臂下压来化解对方。好，我们把这两动连起来，预备，开始。好，跟我们一起一圈，缠住手臂，手臂一定要相连在一起。二，好，走，右手，左手，再右手停。好的，那么这是我们前四组的动作，现在我们带领大家把从起势开始到第四组完整的连贯一遍。预备，测量距离，好，抱拳礼。第一组起势，起手，落掌，双捧，搭手，合，进入合步四正手，一圈，好，看清楚，跟着我们节奏，两圈，到这里时三圈，好，换，反方向，一圈。可以慢一点，两圈，到这第三圈，看清楚，换单推手，左手按个胯旁，平原单推手，两圈，三圈，这里踩按换式，换立圆单推，依次，两次，对，慢一点，跟着我们节奏，三次，看清楚，踩，换步，接，折叠，一次，两次，好，最后一次，三次，换，左手，双手，左手搭到关，左关节外侧，双手平原，一圈。两圈，对，一定要把这个圈数数清楚。三圈以后，右脚外摆，右手下按，好的，左手向前按掌，接住以后继续。那么通过两人这种互相粘合的配合练习，我们达到的效果要好像如胶似漆一般粘连粘随。左手下按，左脚外摆插掌，右手，左手放到左关节外侧，好，到这里注意，下面是接触的新的动作，右手下向下外摆，绕到臂下，绕到甲方双手臂下，好，走，一，一个，这个时候乙方的双手在内侧，甲方双手在外侧，好，继续单手停，好，收拾。广东福光影音发展有限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它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百科全书 VCD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